早一天来做好来，那安尼，咱是毋是有体会到？咱一般的众生，咱毋爱去看，咱看只看咱合佛的莲友动手就好。如果你若忧患、贪恋、想分别、想得着，那呢，这是要安怎有可能来成就？佛伫即个经中、经典内底有讲啊，修持独相。为人演说，这就是讲爱咱啊，依教来修行。有真正依教修行的人啊，那安尼正法，才会当久长留伫这个世界。依教弘扬，讲一句实在啊，这句话是无简单啊。佛当然会交代，三千年前的环境。甲咱三千年后的今仔日，即个生活的环境大大个无同款。毋过，佛遐个原则原理啊，佛的精神啊，咱一定爱明了。即个原理原则是袂使变一个，不过生活方式是会使变的。好亲像咱台湾人所讲的俗语讲啊。一乡随俗啊，一港随湾啊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到一个乡邻了后啊，一个所在啊，人的风俗习惯啊，咱一定爱去遵守啊。亲像这个船啊，一港了后啊，咱爱看伊地势，甲这个水流啊。如果你若无安尼看的话啊，就歹。所以佛的精神是袂使变。咱知影，佛对于一切物质，伊生活伊是无贪心的。佛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伊决定无占有的念头。那呢，咱想看卖啊，咱本身敢无这个念头呢？佛伊是一个纯粹利益众生的心啊。伊是处处帮助别人，感恩回头的，这是咱爱向佛来学习的。咱一定爱做一个好模样，好大众看。所以咱一定爱记住这个原则，过一般人同个简单的生活，安尼就对。物质上啊，只要有通啊吃，有通啊住，有通啊穿，安尼就。家呀，咱一定爱协调啊，爱保持调啊，决定袂使精忠贪心，真正把这贪嗔痴慢来放下，这就是教导世间人啊，离开这个分别妄想执着。所以咱时时处处啊，一定爱提高境界啊，时时刻刻咱爱记调的。一定要来看看，放下，那呢，咱这一生才有这个希望来往生。真正要往生啊，一定要看看，放下，老实结婚，那安尼这个人才会当真正往生。以后阁有啊，一定要念念为别人，决定袂使有一念为。家己念念，爱做出一个好模样，好大众看。佛教导咱修持，修持就是讲依教弘扬，独相，所以经爱逐天去读啊，逐天去念啊。我是为众生在活，死为众生在死啊，都是爱做出同解好的修学的模样，互人看。那安尼。这个心永远保持清净，自今即净。离分别就是平等，就是清净。平等，迄就是感悟啊！这咱一定爱记住的，一定爱认真来学习，安尼才会当得到佛伫这所在来保证，咱决定放生。生甲净土啊，
决定一定成分，所以咱一定爱理解有清楚爱定量。咱今仔功夫为虾米别无法度通去得力，就是因为咱解了无够彻底，无够彻底啦，无认真去做，烦恼是去定定搁现前，嘛是同款伊做主。随着这个烦恼习气在过日子，所以啊，咱一定爱做一个大的转变，克服家己同解大的困难，就是克己做事，袂顺家己的烦恼习气，家己拄拄啊颠倒变，那安尼咱就成功了。如果有话随着咱的烦恼习气的话，那安尼要成功就无容易。咱爱一点啊，一点啊来克服咱的烦恼习气。比如讲啊，咱食饭啊，这个菜不合咱的口味，那呢，那马上就爱警觉着，我唔对啦，我一个对倒。所以徐恒伫对伊修呢，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来伫修。离开生活要对去修呢？所以咱平常时的生活，食的、用的、穿的、住的，只要过去就会使食，毋免去过分去选择。如果你若下下都要讲究啊，都要去讲究的话，那是足忝的，足忝的。尤其即卖现在少年囡仔，咱做是大人的，一定爱家己教导。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俗话在讲啊，猪肚煮汤啊，嫌无菜啊，土豆八平，你就知啊。等到这个一粒土豆掰开了后啊，两粒土豆啊，你要配一碗饭啊，安尼你就知影苦了。迄阵就爱哭无目屎，所以啊。佛在这个经典头顶边，三叮咛四交代，来教咱教导啦。咱一定爱捌这个道理啦，爱知影惜福啦。印光大师啊，伊是一个足好模样予咱看。印光大师伊一生是足俭的啊，做惜福，足惜福的啊。所以这是咱下代人。同好的帮，咱为这个外门的每一愿去了解，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这个愿，都有伊深深道理存在啊！伊看到西方世界足侪足侪众生啊，有诶有智慧，但是无福德啊；有诶有福报，但是无智慧啊。有诶时阵。伊是有德行啊，但是伊无伫即个所在来为人民来服务啊，佮亲像即个古早人陶渊明先生同款啊，伊伫伊个诗句内底有写，归去来去啊，转去啊，为甚物伊会遮个感叹？因为伊一生个抱负、理想、学问，伊无所在通去用。无用武之地啊，所以伊足感叹的。还阁有啊，有诶是无德行，毋过伊诶地位是足悬诶。那伊即个地位足悬呢，伊就会害即足侪足侪老百姓。如果咱若有拍心痛诶话，咱就会去捧一个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诶人。那安尼，一切老百姓拢会得到好处。所以，可见伊个他心通是非常的重要。讲到这心通啊，现在嘛足侪人做心事这心通，其实讲一句实在，心通一点都无稀奇啊。因为这心通是咱家己的本能。现在咱有这能力，但是失去了，但安尼失去这个原因。就是因为咱的妄想太多，烦恼太多。
那想要这个能力来恢复，那安尼咱一定得爱修行。净土宗内底讲的一心不乱，当然一心不乱来底定的等级嘛足多，但是只要咱生到西方极世界，这个能力差不多都完全恢复，这真正是不可思议。恢复了心即通，会变化无极，会当变大，会当变小，会当分身，会当想到念头，想到就随到迄个所在。所以咱有这一关，咱想要去倒位，就去倒位，一点仔障碍都无，远观高了一处。世界无量无边，诸佛嘛是无量无边。咱如果讲，咱每一尊佛、一尊佛要去行施供养的话，那安尼会使讲是无量劫，你嘛供养袂尽。所以啊，咱一定爱有分心的分数分点，会使共一个时间来分千百亿的化身。所以阿弥陀佛嘛注意着，所以阿弥陀佛发的愿，只要咱往生到西方，这个愿就圆满具足，真正予人无法度通去猜想。定行正觉愿，弥陀的愿文足明显的甲咱讲，只要往生的人决定成佛，这个愿正显示弥陀的本心，弥陀的宏愿，唯一一生的大法，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帮助众生一直契合究竟涅槃。弥陀的教诲啊，远离分别，诸根即净，并毋是讲啊，往生西方较来远离，较来即净，毋是啊，贪婪。现在阁有一口气伫个，咱着爱认真来学习，远离分别，诸根即净。咱一定爱把咱无好的习气来去掉，一定爱把控制的念头来除掉，念念为别人，永远做出同解好的修学的模范，互别人看。所以佛的教诲啊，教导啊。咱一定爱紧急在心，袂使甲伊白记一个。那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讲到这。如果咱后节课特别讲到，何佛光照着到底是会安怎？那想要知影的话，那安尼，咱后节课再过来听。学生练习佛光，一定有足多不足的所在，缺点的所在。请菩萨大德会当教学生多多的指正甲批评，学生一定谦虚接受改正。今仔非常的感恩诸位菩萨大德，咱来念回向偈：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阿是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处一报心，尽处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